第一千一百六十一集，这个时候，明王道的恶魔都觉得既好气又好笑。古咒宗的长老都这么有个性啊！一个明王道长老说着，孤咒宗的恶魔听了，脸都发绿了。他们都想现在扑上去把这个林明暴捶一顿，让他别在这儿丢人。就连圣美也惊异看向林明，他原本意识到林明的特别，那纯粹源自于自己都说不明白的一种直觉。 可他却完全不认为林明有跟他交手的资格。现在林明说出这番话，让他觉得有点意外。不过意外归意外，他还是回答了林明的问题：“你若是真能赢我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你已经可以与我举行双修大典了。从这方面来说，你已经算是半个冥王道弟子。再加上这联盟契约本身，你确实可以拥有与我相同的待遇。但是。” 你能赢我吗？圣美最后一句话，目光已经带了一丝冷意。她虽然觉得林明特别，但并不代表她想和林明双修啊。事实上，提起双修和联姻，无论对象是哪个深渊恶魔，圣美都会毫不犹豫将其碾压。嗯，那我明白了，圣魔女殿下的许诺应该算数吧？林明怕圣美做不了主，目光飘向了圣美背后不远处冥王道长老。 这个时候的冥王道长老都已经彻底无语了，他们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林明，不，这哪儿跳出这么个活宝啊！不得不说，这丫当小丑是绝对合格了，因为所有冥王道长老都在愣神，没人回答林明。林明皱了皱眉，追问了一句：“是也不是啊？”这句话说出来，很多恶魔都忍不住大笑起来，这实在太好笑了。 而古咒宗的长老都想跪下来求林明了。这时候你丫装什么大瓣蒜呢？你少说几句话，你能死啊？<laughs> 嗯嗯圣圣魔女说的，呃，都算数。明王道的这长老满脸笑意的说道：“嗯嗯，只要你能赢，这次进入魔神之墓的联盟弟子，都会以你为核心的。” 嗯，那我明白了。得到冥王道诸多长老大庭广众下的承认，林明也不怕咒之书带不进去。他身子一动，下一刻他就如同一道鬼影一般出现在冥王转轮上，直面圣美。深灰色的冥王转轮，圣美如黑蝴蝶一般悄然飘落而下，与林明隔着仅仅十丈距离与其对视。一别一万两千年。 突然再见到圣美这个深深影响了他一生，连林明自己都说不明白对其感觉的女子，此时此刻，林明心中说没有情感的波动那是假的，只是他所有的情感波动全都被他掩饰下来。表面上，林明面冷如霜，目光如剑；而面对林明，圣美同样沉寂。他的气势已经缓缓释放出来，笼罩了整个冥王转轮。而相对杀气四溢的站台，在台下，好家伙！ 却满是喧闹哄笑之声，有恶魔乐的都不行了。哎呦，还、哎、真有意思啊！哎，比他明王道那什么叫明德纲那那还有意思，什么都有。这是一场实在严肃不起来的战斗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这古咒宗这帮长老那是肝也疼，胃也疼，心也疼，胆儿也疼，是如坐针毡，哪哪都疼。就在这时。 漆黑的羽翼在圣美背后展开，犹如黑孔雀开屏，包裹住圣美完美无瑕的身躯。圣美的美眸凝在林明身上，眼睛里爆射出一抹异彩。圣美展开了羽翼，这倒让在场中的气氛一时间安静一些。他们原本都以为这会是一场瞬间结束的战斗，这过程中圣美最多就出一招，一甩手，咻，搞定。 然而事实却让他们意外，圣梅展开了黑翼天使的羽翼，这证明他至少要动用黑翼天使的血脉。只是对付一个上位天尊，有必要吗？而这个时候，林明也抽出了自己的武器，一杆黑色的骨枪。这杆枪啊，其实就是暗龙枪，但是此刻暗龙枪表面覆盖了一层黑色的骨，这是恶魔之骨，从林明的恶魔分身体内分化出来。 把暗龙枪完全包裹，使得这杆枪此时不但粗了许多，而且长达一丈八，不能叫枪了，其实叫矛，通体狰狞无比，就像一根从巨人身上抽出的脊椎骨。如此巨型长枪，配合林明此时魁梧像铁塔一般的身材，倒也正合适。林明自然认不出变形后的暗龙枪，但是看到林明持枪的起手式，他心中还是有种奇异的感觉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林明动。 他本人就仿佛一柄暗藏在木匣中尘封多年的神枪，一招出匣便绽放出肆意的神辉，击射全场。那明明只是能量迸射出的光芒而已，但是这些光芒却隔着护住阵台的冥王立场，给在场恶魔以巨大的压力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原本喧闹的场面陡然安静下来。 诸多恶魔来不及细想，而这个时候，林明已经冲到圣美的面前，手起枪落，粗大的骨枪像是真正的脊椎骨一般弯曲，如鞭子一般抽向圣美腰肢。十二根图腾柱支持下的冥王立场，因为这一枪而硬生生扭曲了一部分。嗯，电光火石间，圣美瞳孔收缩，他料想到林明可能实力不一般，但也没想到他的第一招就这么强大。 这一枪看似毫无花哨，但他近乎于粗暴野蛮，破开冥王立场的一瞬间，却提醒着他：这一枪绝不亚于真神级恶魔的一击。这个修为比自己还低的神秘恶魔，竟能发出如此攻击！黑色的剑光闪过，圣美古剑挥出，毫无花哨，劈斩在古枪之上。然而，因为古枪的巨大重量，大小完全不成正比的两件兵器硬碰硬，其结果就是圣美直接飞出去了。 他的身影如同黑色的雨燕，在天空中翻飞。他的双脚连连踏出，踩在冥王立场边缘的光幕上，以卸去黎明那恐怖的力道。在距离之下，每一脚踏出，那光幕都荡起阵阵涟漪。 而这一刻，林明紧随其后，他的身体要比圣美大出一圈。这等场面，恰如苍鹰搏兔。轰隆！林明狠狠一枪砸下去，圣美的身体避开这一枪，自然砸在光幕上。十二根图腾柱凝成的冥王立场，在林明这恐怖的距离之下，疯狂的震颤。轰隆！轰隆！轰隆！林明接连砸下，每一枪速度极快。圣美的身体如同飘飞的柳叶，每次都险而又险的避开，以至于这些恐怖的攻击全都被冥王立场承受了。 冥王立场强不强？强，但是在林明持续攻击下，每次攻击又只攻击一个点，他的震颤越来越剧烈，仿佛要撕裂开来一般。看到冥王转轮周围那风中肥皂泡一般不断震颤的光幕，全场深渊恶魔都瞪大眼睛了。此时他们的表情错愕、震惊、不可置信，已经完全扭曲成复杂的阵法拼图了。这，这是那个天尊恶魔的力量？那个天尊恶魔？ 古宙中第九长老原本怎么看都是个白痴的家伙，竟有这么恐怖的蛮力呀、啊！说是蛮力，是因为这些恶魔还是不愿意承认林明的实力，下意识的想用蛮力来解释林明撼动冥王立场的事实。因为就在刚才，他们还笑林明是白痴呢。如果林明不是白痴的话，那白痴是谁呢？显而易见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白痴，所以他们哪怕见到这等情景，也不愿意承认林明的实力。 然而很快，他们就再也找不到自我安慰的理由了。唰，风声四起，圣美闪动双翅，她的速度猛地提升，身体化成一缕残影，许多恶魔肉眼根本没法跟上圣美动作。圣美速度快，法则领悟程度高，这是公认的。他唯一不足的，大概就是力量。 然而，在场恶魔没想到的是，那个古咒宗第九长老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跟得上圣美的速度。他的身影同样化成无穷残像，就犹如层层黑雾升腾而起，把整个光幕都给笼罩了。两人在速度方面势均力敌，这基本已经超出绝大多数下位真神的水准了。林明不但有恐怖的巨力，而且还有可怕的速度，光凭借这两点，他足以和下位真神恶魔抗衡。光幕下。 光华无限，黎明和圣美仿若两颗流星在追逐，这场面无比绚烂。所有深渊恶魔都呆呆说不出话了。这个古咒宗第九长老根本就是个怪物，他甚至比圣美更变态。圣美已经是天尊极限了，可这个怪物大概只是上位天尊恶魔。冥王道的长老原本玩味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，其他小势力等着看笑话的恶魔也全是活见鬼的表情。 而最震惊的，要数古咒宗的长老。他们刚刚还坐立不安，怎么待着都不舒服。他们只感觉周围恶魔的目光落在身上，就像是全身有无数个蚂蚁在爬，恨不得他们找个洞钻进去。可转眼这个时候，他们一个个却跟石化了似的，眼睛直勾勾盯着冥王转轮上的残影。那个怪物，真是他们古咒宗出来的，真是他们古咒宗第九长老。 所有古咒宗恶魔都有种不敢置信的感觉。在来冥王道前，他们跟林明就已经很长时间的接触了。他们万万就没想到林明这么变态。上位天尊战真神，恐怕追溯到百亿年前上古时代都未必找得到。而他们呢，随随便便就在分宗野外捡了一个便宜长老，竟然就有这等可怕天赋。这光幕震颤的越来越剧烈，一次次打击似乎让光幕形成了共振。 这里不但有林明的招式，也有圣美的攻击。轰隆一声巨响爆开，林明和圣美在虚空中正面碰撞，整个光幕陡然炸开一圈，然后又慢慢缩小回去。光幕虽然没有破碎，可那一瞬间肆意而出的枪芒和剑芒，却让在场所有真神以下恶魔惊出一身冷汗。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用武器指着眉心一般，这也太可怕了。在冥王转轮上，林明与圣美此时已经分开。 彼此相距二十丈距离站立，两人都一动不动注视着对方。只有他们各自武器上，如烈火和冰焰一般燃烧着恶魔之力，提醒着人们刚才的交手有多激烈。你到底是圣美？清冷的声音在场中回荡。他清楚，如林明这样一个实力可怕的高等恶魔，不应该凭空冒出来。然而，无论从对方的恶魔血脉、气息、所用招式等诸多方面，他都找不出任何线索。 这个恶魔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他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，却如同临渊池月，睥睨万古天骄，自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敌气魄。林明一言不发，只是右手一甩，暗龙枪枪身表面覆盖的骨节咔吧作响。这一刻，在林明手中，暗龙枪仿佛变成一条可怕的黑色骨蛇，蕴含了无比可怕力量，也拥有刁钻迅速的攻击轨迹。此时此刻，林明对这一战愈发渴望。 盛美这个谜一样的女子，与自己的生命不知多少纠葛。她也是百亿年来深渊与三十三天的绝世天骄，是可以踏上至尊之路、正道不朽的可怕人物。命定的对决在今天拉开序幕。林明深吸一口气，琥珀色的瞳仁慢慢收缩，在林明周围，恶魔之力凝成一条条黑蛇，肆意舞动。 这一刻，在黎明恶魔分身的体内世界，黎明的本尊依旧盘坐在本尊上方，九颗璀璨的星辰显化出来，正是道宫九星。面对圣美，黎明不能切换本尊身体战斗，也就没法光明正大使用那些被圣美熟知的法则。否则，光凭圣美对黎明来自于直觉的熟悉感，再加上黎明专属法则，圣美怎么可能猜不出黎明的身份？ 道宫九星显化的同时，黎明本尊全身力量大涨，这些力量不断传递到分身中，加持在恶魔分身上。嗖！黎明的身影在虚空中消失，带着无比磅礴的气势向圣妹冲去。他的恶魔之躯与骨枪融合为一，形成了一道开天辟地的神光。黎明的恶魔分身融合道宫九星之力后，肉身之强悍堪比真神灵宝。 他这一枪刺出，带着能够击穿宇宙的无比气势，融合了道空九星之力的恶魔法则，如同星河交织，在枪身上演化出星辰般庞大的、无比大小的黑色漩涡，向圣维袭杀过去。这一枪气势庞大无比，压迫的让人窒息。周围的一些旁观的恶魔弟子忍不住浑身瑟瑟发抖，就觉得那枪芒中蕴含的力量会将他们吞噬，纷纷狼狈退后。包括诸多真神恶魔长老，也为之动容。 面对如此强悍的一击，圣美美眸里再次爆出异彩。她背后的黑暗羽翼流转出冰冷的金属色泽，绽放出一个个恶魔符文，星辰般沉浮。去！黑暗羽翼暴涨，舒尔击出，直接迎向林明那惊天动地的一击。骄傲自信无比的圣美，面对林明强悍的攻击，凭借他无敌的黑暗天使之翼前来迎接。轰隆！ 黑暗羽翼跟黎明的枪芒碰撞出耀眼的神光，仿佛两颗星辰冲撞到一起。亿万的恶魔符文湮灭，一道道恶魔法则破碎。这庞大力量再次让冥王立场被轰得连连炸响，仿佛要裂开。那些构造恶魔立场的图腾柱承受压力后，突然间万魔呼啸，一股股的魔气冲天，魔影彤彤，仿佛有一个个无上的远古恶魔跨越时间河流而来，守护在恶魔立场周围。雷动战鼓，咚咚。 汹涌出更强大的魔性立场力量，冥王立场这才稳定下来。 然而，林明的攻击并未结束。他大吼一声，在恶魔分身的体内世界，林明的本尊激活了修罗之血。他身上覆盖了细密的鳞片，而在本尊身后，一个修罗战神虚影凭空出现。在战神虚影双手中，有三个磨盘一般的转轮正在缓缓旋转，正是修罗天书的力量。砰砰砰,砰！三大转轮齐齐爆碎，化成无数符文融入林明恶魔分身的躯体。 这一切都发生在林明恶魔分身的身体内部，观战的诸多恶魔并不知晓，他们只是看到这一刻，林明的恶魔分身全身肌肉都在蠕动，他体内骨节爆响，原本铁塔一般高的身体竟再度拔高。林明身上的骨刃鳞片变得愈发的尖锐狰狞，一对弯弯头角从林明头上冒出来。这一刻，林明的恶魔分身俨然变成了一尊狰狞的恶魔修罗。 原本体现在本尊身上的极为细微的变化，体现在恶魔分身身上后，就变得愈发夸张和恐怖。在这样的力量下，在场诸多恶魔纷纷瞪大了眼睛、啊。高等恶魔变身，深渊恶魔如圣族一样，有些种族拥有变身的技能。一旦变身后，无论各方面的实力都会暴涨。其实拥有变身技能并不稀奇，尤其对天赋出众的高等级恶魔而言，这原本根本不足以引起惊讶。 可关键是，林明刚才就已经非常变态了。上位天尊战真神，跟圣美打的不相上下。而现在，林明竟然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变身！我的天哪，这家伙根本是怪物！一个小势力的恶魔长老声音轻颤着说道：“现在场中的林明已经不是能战胜下位真神那么简单了，他恐怕已经有了下位真神顶峰的战力。难道他真能？” 大英圣魔女，古咒宗咒神长老喃喃自语，一张苍老的脸上表情近乎凝固。击败冥王道圣魔女，而后彻底得到这个被称为黑暗深渊第一天骄，未来甚至可能成为深渊主宰的女子林明圣美，同样的天骄，他们若是双修后，那修炼速度更是会再进一步的。假以时，日，不用太久，也许只要十万年，那么他们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啊？ 而且，如果他们在魔神之墓中通过黑暗祭典的考验，又会如何呀？宙神长老感觉难以想象下去了。其实这时候，不光是观战的诸多恶魔，包括站台上的圣美也是微微色变。再来！林明暴吼一声，手中暗龙枪拔起，双手反握暗龙枪枪尾，猛地一枪刺下。这一枪刺下的目标，正是圣美那一对黑暗天使之一。如此场面，让一些倾心于圣美的深渊恶魔忍不住惊呼。 黑暗天使的羽翼确实强大，可再强大也有限度。圣美未必能凭借双翅挡下这一击。如果攻击太重，圣美的翅膀会断的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圣美眼中寒芒闪烁，他双手在虚空中轻轻一拍，无数晶莹冰花出现。一瞬间，他打出千万的法印，每一道法印都是究极的冰冻本源力量，冰冻气息席卷这一方天地，凝结出了千百丈冰冻之墙——玄冰领域。 现在圣美九转重生，肉身完美，力量更胜从前千万倍的强。寒冰法则被他推演到极致，连大道都能冻结粉碎。但是在林明那能破开一切的长枪轰击下，强大的冰冻墙壁却不断被冲击，宛若星辰粉碎。那古枪一往无前，林明巨大的身体对比圣美，就像是一只苍鹰扑向黄林。眼看冰墙在破碎，林明一枪拍在暗龙枪枪尾，再来！ 一声爆响，冰墙完全爆碎。在场诸多恶魔屏住呼吸。林明这一枪结结实实刺在圣美的黑暗双翼上，嘶、呃！刺耳的声音在撞击力之下，骨枪如同弯弓一般弯曲。圣美以左臂撑住自己翅膀，右手持剑，剑尖点地，硬生生扛住林明的这一击。这一刻，他的黑暗天使之翼已经溢出了丝丝的血迹，触目惊心的鲜血。 如同蜿蜒的小蛇，从圣美的翅膀上流下来，染红了黑色的羽翼。林明那强大而狰狞的恶魔分身，与承受了这一击、身体娇弱柔美的圣美，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反差。眼看着一枪似乎要洞穿圣美的羽翼，刺在他身上。观战的众多魔宗长老都捏了一把汗。暗龙枪已经完成满月，圣美也一直退到光幕边缘。 然而，画面在这一刹那定格。林明这一击的力量，在经过玄冰领域的削弱后，已经剩下一半而已。最终被圣美的羽翼挡了下来，去势已尽。没用能量的冲击，自然没法洞穿圣美的黑暗天使之翼。林明微微皱眉，终究是因为本尊无法出现。无论是道宫九星，还是修罗之力，通过本尊传入恶魔分身体内，不能显化出来的话，都会有损失。 就在这一刻，林明心中陡然生出警兆，他双脚在空中一踏，急速后退。嗡，暗龙枪从满月状态绷直，借着这股力量，林明身体如同倒射的飞石，速度快到极致。